子你好，老子现在又有钱了，我去兄弟们，这作者又来了吗？我去，而且这次我还花了大价钱把醉母请来了，我去兄弟们，这作者这么有钱，我去把醉母都请来了，我去，这么牛，要是你这次能打败醉母啊，醉母就收现在点赞扣第六的人做徒弟，我去兄弟们，做徒弟可以的呀，我去兄弟们，醉母大哥呀，我去那个猎人头上那个极限操作呀，我去，是贵，老兄弟们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啥超级牛逼的幸运抽奖？幸运抽奖，这不就是幸运方块吗？我去兄弟们，这迷你幸运方块，我去，一个禁言抽一次，这我去哪找禁言了？我在这稿子都没有呢，你开玩笑？我在作者稿子我都没有，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帅小虎，帅小虎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不是和我长得一样吗？帅小虎，哎，咱们看一下这个点一下好吧？哦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换东西，我去，1000个绿宝石可以换一个禁言了，一万个可以换一个左换图，我去，然后这个还说哈喽啥小虎？咱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干嘛骂我呀？我啥笑我什么意思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表不到第五个表情，不打算要看好吧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么倒霉啊！明明是帅小伙啊，非要说我是丑小伙啊，傻笑我什么意思？然后兄弟们，问题来了，咱们没有稿子呀！我去，哎，兄弟们，我这挖毛线绿宝石呀！我觉得还没有其他箱子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真的没有其他箱子吗？这，哎，兄弟们，我看到一个箱子，咱们看一下吧，里面有个啊乌子狗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不就可以挖了吗？哎，先出个能，我去，哎，可以的呀，哎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下去，挖绿宝石。不在，兄弟们，咱们竟还能摔死，我去，那咱们在这里开始挖好吧？我挖了几个？221个，我去，那咱们这挖到猴年马月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开始挖好吧？2000 years later. OK， 兄弟们，我挖了一点点这个绿宝石，好吧？真的就一点点，29000个，好吧？对。哎，然后兄弟们，咱们回来就可以换这个禁言了，好吧？兄弟们，直接换禁言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我去。然后兄弟们，咱们再剩一万个，换一个左换左，好吧？哎，兄弟们，美真真呀，我去，帅小伙，我爱你，好吧，帅小伙。咱们现在有19个禁言，那咱们可以收19次呀，我去，来吧，开始开车，好吧？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无尽修啊，快，我就可以呀、开门红，哎呦哎呦，我去，兄弟们结构的，我去，感觉咱们今天运气可以的呀，我去，兄弟们开始开抽好吧。OK， 兄弟们，我抽了19次，我看看咱们都抽到什么了，好吧，咱们安捋一下好吧，5个结构的，2个左岸桌的，3个迷你的啊，这个3个河豚的，2个煞神的，3个无尽的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运气可以的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表情中最开心的表情吧，打算要看好吧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开无尽循环快好吧，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，兄弟们，一个终止注定啊，水晶矩阵没用啊，我去，那咱们开一下左岸桌的好吧，来吧，祝粉丝吧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年年如意啊，心想事成，考试考的好成绩。兄弟们，哦，一个箱子没用啊，兄弟们，那咱们结构的呢？结构的啥呀？这啥呀？兄弟们，一个弓箭，这个弓箭是啥玩意？我去，我还有急迫的，我去，速度呢？我去，兄弟们，那这个没啥用啊，我去。那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，哎，一个指环，这个指环，凝冻指环，这一个雪，这个造雪地的挺好的，但是咱们这没什么卵用，没什么卵用啊，空气，这，哦，一个稿子，兄弟们，这个稿子感觉没什么用吧？确实好像没什么用，不对，兄弟们有用啊。这个稿子是无限耐久的，我去，是贵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好吧。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兄弟们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啊？都劈在闪电呢？呀！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哦，兄弟们，一个速度没用啊！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开煞神循环，好吧？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，来把无尽剑。我这就不缺绿宝石呀！你这跟我来绿宝石干？哎，兄弟。啊！无尽港！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表面中最最最最最开心的表情，咱们打最后看看好吧？这玩意儿，咱们这煞神就快永远的神呀！我去，那咱们这随便开的呀，兄弟们！这。素晴らしい，兄弟们，今天啥日子呀？我去，咱们这开的都什么大宝贝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运气有点可以的。那咱们啊，在这里啊，再祝你们这个期末考试考的好成绩，好吧？这，兄弟们，我
我没有开挂，真的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这啥运气啊？我去，我去！来，兄弟们，咱们把这个东西卖一卖，好吧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无尽套装有了呀！我去，就是差一个头盔，我去！来吧，无尽剑，兄弟们，这个罪魔，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打败他的吗？兄弟们，这有啥难度吗？出来吧，罪魔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罪魔有点强呀！我去，我刚复活就没了。那兄弟们，咱们只有唯一的办法了，把这个无尽剑卖掉，买一个无尽头盔。兄弟们，真的没办法呀，要不然他这个都直接把咱们秒掉呀！我去，这个罪魔有点强的呀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次罪魔就拿我没办法了，好吧？这个罪魔，来来来，打我按摩的兄弟们，然后兄弟们，咱们现在问题还没有武器啊！等一下，兄弟们，咱们还可以买把究极钻石剑呢！我去，秒杀兄弟们，秒杀，秒杀一！万一滴血，轻轻松松，兄弟们，这不要收你们当徒弟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赶紧点赞扣丢丢啊，我去，兄弟们等啥呢？